那如果用药期间意外怀孕的话，会对胎儿有影响吗？意外怀孕，就是说我先开始不知道，也没打算怀孕，但是呢，我一直吃着药呢，怀孕了，这种我们叫意外怀孕。但是我们就说，这看你什么时候的吃的这药。那么，好比说我们说全2周的，其实就是全和无的影响，你就不用管它。那么，要么有影响，要么没有影响。还有一个就是，你看你是吃的什么药。我们有 A 类药、B 类药，其实也很安全的。另外一个呢，你还得看你吃了多长时间。就包括现在我们好多患者来咨询，好比说抑郁症患者，她想怀孕。我们现在前2天就接了一个这样的患者一个案例，她一直是抑郁症，但嘛她又不能停药，但她新婚，她又想生孩子，那么这个肯定，你药又不能停。那么基于这样的长时间用药，我们可能考虑对她的用药疗程啊、用药剂量和用药种类进行一个调整。如果像一般的情况下，好比说有个感冒啊，或者是我们有一些其他的，好比说什么慢性病啊，什么腹泻呀之类，用一点药，用的时间又不是特长，这样的情况下应该是影响都不太大。但是呢，也建议以防万一，可以去医院咨询。那么医生没时间，可以找药师，药师这些问题都能帮大家解决了。但是这一定要看你吃的是什么药，吃了多长时间。啊，什么时候吃的？这个都是有讲究所以是不是并不是所有就长期服用药的这种想怀孕的这种女士都是不可以去怀孕的吗？还是说也是要看你的服用的是哪一种药？对，然后呢，如果你就像抑郁症这样的患者，他要常年服药，不是服1年2年，他要服3年4年，有的甚至5年6年。那么这样的，你要需要怀孕的情况下，是需要专业医师去指导的，不是不能怀，或者是不是必须停药，那么要根据你的情况，我们可以可能对你的药物品种进行个调整啊，药物剂量进行个调整啊，或者是对你在受孕这段时间，或者是间断性的看看是不是能停一停啊，那要根据你的身体状况和病程发展情况。千万不能自行停药，自行停药带来的危害也是非常大但如果这种，比如说我们说这种抑郁症患的。者，她怀孕了的话，这种生下来的宝宝会跟正常的宝宝会健康程度上面是有相差的吗？这个也得看具体情况具体说。那么抑郁症呢，有的好比说我们是，跟遗传有关的，咱们这单说，是吧？如果像由于现在我们工作压力引起的，或者是这种特殊事情激发的这样的，应该我们在合理的监护、用药监护下，相信生出来的孩子应该不会有影响。现在我们鼓励这样的患者去怀孕，因为可能你怀孕了之后，那么整个生活环境的发生改变，如果你本身不是因为遗传造成，不是染色体的问题的情况下。通过药物治疗或者是这种心理疏导，如果只是心理上的问题的情况下，应该是不影响的。有了个孩子，可能分散一下注意力，家庭气氛好一点，没准会更好一点。鼓励他们这样的人去主动去，组成一个更好的家庭。